迎来到孔令令同居时代。哇，今天好开心啊！真的真的，因为女生男生一样，第一次都很开心。没错没错，都很开心。对。那今天呢，这个 co-living 呢，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co-living 的概念好了。co-living 就是大家共同享有一个居住的空间，其实就是同居的意思。对对对，其实这个在现代的社会是非常需要，因为媒体越来越发达，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对。所以呢，我们这节目特别特别从百位的网友当中呢，我们选出了六位。有男生有女生，然后在一个共享的空间里面住在一起，哎呦！哇，这是到你，这是我突然希望的。那我们房间应该很小很小，大家住坐在一起，好挤哦，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这已经是母乳像的状态了。哎，不对吧？也可以。那请问是几男几女呢？我们其实有三个男生，三个女生，对吗？这样子公平吗？对不对？我们就希望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出来。而且我们这个真的哦，你平胸吸跨点吸哈，露脚部，对，都是 say 好的。我们这边都不是，所有都是实境的，真人实境，然后没有剧本，没有 say， 你真的偷放屁了，也没人可以救你，他就是播出来了，就是播出来了，对对，好刺激哦，我现在好期待哦。哇，真的，突然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偷窥狂的那种。对呀，上帝视角的概念。对，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公寓在住，住在一起的吗？住在一起的。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是Jerry， 然后之前也在 co-living 这样子的跟共居的部分已经住过大概四五年的经验这样子。像这样大家一起共同住在一个地方，最怕遇到哪一种？最怕就遇到生活习惯很差的人呢。然后再就是不洗碗啊，然后受不了，就不太爱干净这种人会最担心遇到这样子。对，刚刚有讲到重点，就是我们呢其实有让大家可以一起生活之外16天在一起，然后平常呢还是一样去上班，一样是去工作，但是回来一定要一起吃晚饭，然后每个周末大家要一起出去玩，这是重点。就最怕遇到那种懒惰的人，一回家就是赖在沙发上。没在。然后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帮我拿一下水，帮我拿什么？太松了吧，太没礼貌了吧。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来看看，好期待啊！有没有这种人？对，小公举，小公举，快来看看。在我心中，或许你慢慢的了解，我爱你在心口难开。听你爱甜美歌曲的品味，和你眼神交换是暧昧，笑容甜美是必备。公车上，人群中遇见你。公车上，哦，对你迷人小情。公车上，我们沉默不语。公车上，怦然心动的记忆。听说要爬很高的楼梯，现在才3楼吗？是的。到底到几楼？帮你们看一下，还没到吗？就是这里了。来，房东的，来，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感觉很舒服哎。都快比我们自己家还漂亮，自己都想住了。我已经在想，他们每个人要拖着行李爬上来。因为你抱内箱，你最有感觉。对。哎，这个也是生活工厂。好可爱哦！第一个，哎，我怎么觉得这张照片有一种大头狗的感觉？就用鱼眼拍的。你的头发跟你很像吗？都是油头哎，只有史瑞家不是而已，可他很像史瑞克。麦卡贝你好，我叫史嘉瑞，大家都叫我石头。现在27岁，职业是平面设计师，平常兴趣是玩滑板跟跳舞。那也因为接触这个嘻哈这个次文化很久，所以个性比较活泼外向。哇，
这感觉应该蛮好聊的。对，嗯，还蛮期待他的。是不是有一票女生会喜欢这种？说真的，我还好。如果说真的自己再年轻个五岁或者十岁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第一个男生长得蛮可爱、蛮帅的。Hello， 你好，我是洪立成，我的身高是187公分，体重70公斤。平常的兴趣有跳舞、唱歌、打球和乐器演奏。现在呢，对电脑编曲这块还蛮有兴趣的，偶尔会帮朋友写一些饶舌的 beat。谢谢。哦，算跟我们是同行了，其实算是同行了。嗯，那感觉刚刚这段的自我介绍好像是要到什么音乐公司去应征。那搞不好，哎，这段时间会不会听到他有什么创作？要是有个男的对我唱歌，或者是为你做一首歌，哦，就是派房东派来做一首歌吗？对啊。你好。我叫洪思雨，目前的工作是编剧还有演员。平常除了写剧跟练习表演以外，我做的兴趣都很窄，像是看动漫、看漫画、看小说、看电影、看 A 片。那我哇，那真的蛮才的，不错，这样的女孩子，对，看起来很文静的。你看她东西有多乱。他搞不好其实不觉得乱啊。对。那下一个呢？下一个。Hello， 大家好，我叫 Aaron， 我的本名呢叫做陈维安，维里安的维，维里安的安。今年年中的时候，我在台北开了一家冰品甜品店。那平常我会听点音乐，那可能是偏向金属乐、摇滚乐这一方面的乐风。那可能跟我之前呢有当过几年的乐团鼓手有点关系。那所以有机会的话呢，非常希望可以加入这个有趣的企划喽。看起来感觉很冷静。对，因为他年纪比较，确实有点包袱了。不是，因为他毕竟他是老板，所以他就是比较应该要比较沉稳 一点。对，啊，对，他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原子竹竹竹，今年19岁，目前是一位大学生，然后也是一位模特儿，同时也是一位流行 MV 的舞蹈老师。眼睛蛮大，舞蹈，舞蹈，那我就让他睡上面，动作利落啊，你就用跳舞的方向来这样。我觉得他是要睡单人的，他感觉很高，睡单人床他比较舒适一点。是吗？是吗？还是你对他有兴趣，所以你要让他睡单人？没有没有没有，那当然是睡双人床。立马开口。Hello everyone, this is Laura. I'd like to tell you a little about myself in 1 minute, which is very hard because I really talk a lot. Anyways, 我是金牛座，29岁，家里住台中，然后之前在美国跟法国念书。我喜欢念 business 的书，然后纯文学也喜欢，科幻也喜欢。哎，怎么顺手拈来又是一本书呢？哎，怎么是八字的书？竟然替自己塞了一个梗，对啊，没有一本书呢，信手拈来八字的书，哎，他是中英切换，但他感觉很有自信。我觉得他会想要自己睡一张床，那我们应该要把他的礼物先放上铺，然后他拿到上铺，他要上铺之后他就有点尴尬，他说可是我想要睡一个人，然后看他会不会有去交换这件事情。行机好重，这个想法我们认同。我先上去把东西放好，然后下来，还是因为你这个感觉？你要帮我吗？可以啊，可以啊。谢谢，一定要绅士哦。可以。可以。哦。五龙，先等我一下。是吗？真的假的？
通放里面。热。不好意思，我就参观一下。哇，我想倒个水喝，你要喝吗？好啊，谢啦。这个水是干净不干净啊？很多电器很危险的，国小老师都有教，有点好的，是 OK。OK。先用一下。石头，不要去开门。嗨。嗨。嗨。哎。哦，好热，我决定要先脱裸外套。你拿上来有点煎熬。什么什么？好，立神，立神，立神啊，立神，立那个黄立神，那个立神，就叫立神，对，酷酷酷酷，就因为我姓洪嘛，啊，我是姓洪啊，洪，对，你是叫石头，石头，我姓，因为我姓石，就这么简单，哦，石头，去弄个水。哦，谢谢。你好。哎，我们东西随便放 OK 吗？我也随便放。我们现在是要吃晚餐吗？还是是要吃东西吗？还是可是还有一个人不是吗？还有一个女生。Happy New Year。啊，暴力！哎，好，很常见，很常见，对，原来是专业的，真的是。水这个文化看不懂。那我拿个去拿，你告诉我。艺术家的性格。里面其他地方可以看了吗？可以啊。哇，好爽啊！有礼物哎。哎，有按照有防卫。对，有防卫。好好好。然后等他，等他来好了，等他来。啊，我想看礼物，我也想要去偷看男生的房间。我猜了，我个人猜了，大家第一志愿是这里了，然后这两个我不知道。不是已经有分好了吗？上面有什么分好了？假的。我们还想说这个乐趣流浪晚上玩游戏的时候，对啊，这个我觉得要自己 freestyle 哦，真的不能这样子，真的是。对啊，真假的，我需要最好的位置。对啊，你是哪一间学校？学校辅仁大学。辅大的哦。29、27、26、24、26、29。哎，大家都很年轻，19什么19？哎，最后一个来了吗？我们还没等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我来帮你，谢谢你啊，人也太好了。很重，那个超重的。可以可以，还好，比我的轻一点。你好，我是 Laura。你好 ，Laura。哦，罗拉 ，Laura。你好 ，Hello， 你好。然后我们已经在上面写名字了。没错，跌倒才是玩法。太奇怪了。我觉得他会想要自己睡一张床。我也觉得他是这种人。那我们应该要把他的礼物先放上铺，然后他要上铺之后，他就有点尴尬，他说：“哦，可是我想要睡一个人。”然后看他会不会有去交换，因为我实在是一个汗流浃背，我是爬上楼梯，对，他有跟我说就是要爬楼梯。你知道我刚走上来的时候也超级超级超级高，真的，我太高估我自己了。哎，你们有选位置吗？我上面有，他上面，我上面选位置。感觉你是他们真的很精心，因为我放的位置是精心设计过。哎呀，可以了，好，因为这个没有关系，上面也 OK。不是都倒了吗？是有人
人按电铃。对，我也听到有人按电铃的声音。不会是披萨吧？我好像想太多了。Hello， 我是来领检的。好，帮我拿钱，我发那个。好，嘿，大家好。Hello，Hello。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大家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来 call living？ 是要来认识朋友的，还是只是纯粹找个地方睡？我是想要跟大家合作，因为我都没有就是跟大家一起住。我也是，就是一个新的经历，都是跟家里住。对，因为从小就是学校就离我家很近，就是十分钟就到那种。因为其实以前的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说我大学一定要跟大家去住宿舍，但是就是因为就是很近，就结果大学还是在家旁边，对，都很近，然后就变成都没有办法，就是我想要跨出我自己的舒适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现在很紧张，而且很安全，因为人都帮你挑选好了。对。那时候你说不跟人家住之外，所以你现在是一个人自己住吗？我因为是单亲家庭，妈妈长期在外面工作，然后家里只剩我跟我妹，可是我妹也交男朋友，每次都往外跑，家里一个爆料我方面。而且我大学跟高中也没有去外面住宿过，我就想说，这借由这个机会，好像体验一下这种就是大家住在一起的感觉，对吧？很好。那我也很好奇一下，冰店老板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节目？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因为人生各个阶段我会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然后再加上活到现在我目前也没有跟人家外宿的经验。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我们两个到底怎么了？你们两个是没人要的小孩吗？跟人家住外宿不想住。外宿真的是一开始很新奇，到最后久了久了大家的感情就不好了。而且刚住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帮忙打扫，然后到离开的时候就会开始就像贫民窟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体验这个年纪，在这个年代啦，我觉得通常这个年纪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跟另外的伴侣可能有一起住过的经验。你们都没有跟男朋友一起住过吗？我没有交过男朋友。母胎单身。我刚刚看到他也在摇头，那你也是没有跟？没有我有男朋友，我有过男朋友，有过男朋友。现在是没有，现在没有。当编剧很难交男朋友，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想来？因为当编剧，就是你在写那个戏的时候啊，都写那种感情戏，然后你自己都没有在谈感情，就很可怜哦，非常可怜。然后就想说，一定要找机会出来见识一下，就是现在的男生女生的感情观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然我们都活在偶像剧的世界，不然怕显得太抽象了。对，在看的时候，对，现实生活也不可能，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人壁咚你啊，没错。还有人，还有人，我以为我们是最后一批了。还有我们以外的人，你们跑错了，这里就有。拿起来问谁？谁？外送。外送。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好，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杯子里面都有水，为了不要浪费水，我们就每个人把自己手上的水也有水，还要再把后宫吗？我只能说多喝水有益身体。然后我要蔬菜吗？不吃菜。说过你吃了。所以你写的剧本里面的人吃蔬菜吗？吃。他真的好可爱哦，我觉得石头我很喜欢他。就是很老实的样子，很热心，然后很客气。我想他在这个团体里面应该会是蛮受欢迎的。我是跟狮子跟摩羯很好。哦，摩羯。还有天蝎很好。哦，天蝎。跟射手好吗？金牛跟射手。金牛跟射手还好。对耶。我的射手。我觉得金牛，难怪会分手。真的吗？为什么？我原因是因为我最近刚失恋，哦，特别一点，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对，很想要离开台北，
所以你这次来只是希望能够赶快忘记他吗？看看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聊聊看的这样子。哦，给你一点建议。对，给我点建议之类的。你说在分手的这个部分有类似的经验？他有点走不出来，哥哥。哦，走不出来，走不出来就对了。才刚分手嘛。对，你要说最快的方法就是赶快再进入下一段恋情。哥哥的经验是这样的。也不是的，网络上听过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个感觉历程可能会想要追祖祖，就是觉得他刚刚坐在这边，然后就有发现就好像有在会看他一下看他一下这样子。说真的，第一次看真的很难去猜，但是如果要说的话，我反而觉得是思雨跟历程，因为他们在餐桌上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自己自成一格的聊天。我知道为什么会分手。为什么会分手？就是个性不合。大家都蛮多个性的，就是讲有点复杂，但总结应该叫算个性不合这样子。那你就是可能跟你完全想法也差蛮多。还有这种人，他提的还是你提？两个不是应该这样吗？没有没有，我们要说世界闷骚的，我个人的弟弟就是前面一说出你讲世界闷骚，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突然爆了，我只是把他推开了。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后面的时候，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压力蛮大，熟了之后会有点把他推开，蛮搞笑。但我不知道他怎么介意我。很 interesting 的 sense of humor， 就是完全不关心他这样子。大家，我觉得这有点，对啊，他跟我是同一个模特的风格。怎么讲？就是刻板印象嘛。比如说你对聊的，没有，他就是。哈哈哈哈哈哈！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认识超多凯沃的，我的前男友是凯沃的。你看我，超恶心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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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那你跟我前男友一样。这是我最熟的一届。真的假的？那男的一定我知道。遇到前男友的同公司的人，真的尴尬到不行哎！而且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共融圈超大，随便聊就是随便都有认识的人哎。那怎么办？不知道，我现在慌的哎。还有个他跟他同一个男团训练的哎。晚年再聊。好，晚年再聊。是我那时候对我后来真的是对，我后来真的是失望吗？是失望的吗？太黏了。他黏，不是他做错什么让你做事？不是他太黏。是。好，刚刚。男团了，男团，你没有男团。但是我也在里面。真的假的？你知道张智萱吗？不会吧？没有，不是他，我怕不是我男朋友，他不是我男朋友。我知道，张智萱我知道，很熟啊。真的假的？我们一起出去。真的假的？我们蛮多共同朋友，就是可以，我感觉是可以有很多话题的那种。就是他可能问我感情的事吧，可能想要，了解看看，比如他编剧了嘛，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就问我说，那你前女友也是公司嘛？我说对啊，然后，我不想我这样讲，我要爆料了。好，没有，可是刚才都拍到。都拍到了。对啊。哦，不是，我说我们私下。对啊，那个不是私下。哦，都，我们这样聊都听得到，就对了。哦，所以我们也没什么爆料不爆料。我预测历程跟思雨会变成，应该会是好朋友，但他们不会在一起，或者是有什么恋爱发展。因为刚刚有私底下跟他们聊一下，他们蛮多共同的朋友。对，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有蛮多共同朋友，除了刚刚在餐桌上有讲到说，哦，原来历程的前一任跟思雨的前任是同公司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共同朋友。那我觉得基于这样的状况，他们确实会有很多的话题，但是会走到恋爱吗？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说真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思雨，所以我没有办法立马去猜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即便她看起来像大辣辣的女孩子，而且她大辣辣跟另外两个又不一样。另外两个是我很欢乐，我很活泼，我天真又无邪。可是思雨的外放是看人外放。而且思雨更常肢体触碰，她会打男生，就是这种女生是她是非常汉子个性的，可是同时你也不知道她是不是那么汉子。我有观察到她有好几次在放空，其实当大家都讲得很热闹，你就会发现她其实是不说话的那个，可你突然跳到她也会开始讲。我觉得可能跟她编剧的性格有关系，因为她一直不断的在思考剧情、画面。内容、个性，就是每一个角色，我觉得他其实都一直在想。我觉得可能是 A 片少女，因为他的个性比较不太一样，
虽然祖祖很外向很天真，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他有些很奇怪的嗜好，可能会吸引到某一些不同的观众，不同的男生啦。嗯，大家听得懂就好了。不是，还是很歪。不是啊，这是正常的，因为男生比较少会有，就是可以，他或许他可以跟你讨论这个片子的内容等等之类的，或这是有趣的、啊。其实六个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说我觉得很容易被看见的，我觉得应该会是石头。我觉得，以我在江湖打混了30几年，没有啦，我觉得我们孟泽最帅。刚讲到那个看书的时候，不好意思讲，但我真的有带一本书来，但我是因为，但是是因为这一本书我买了很久，我都没有看。我想说在这边看书什么？哎，看书什么你忘了？就是刚刚讲到什么斯文的男生，看书的男生，对。你喜欢什么型？斯文型的男生吧。最喜欢斯文型的男生。对。OK。其实我也有，我有，你也有在说。那我明天就三个砖，三个一起。我带两本书哎，你带两本，然后三个故意拿反的。那我们故意把这书就没错，大家都有带，真的有带书哎。啊，有戴眼镜，可以可以。哎，我有戴眼镜哎，你有戴眼镜哦，我有戴眼镜。哎，那我明天三个可以装一边装一下，然后刚刚三个都不敢讲。哎嘘。虾米啊！讯给我妈。嗨，阿姨你好。你好。妈妈说你好。你好。好，妈妈说就麻烦你们照顾。不会不会不会。好，给你看一下，我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是，我很拆开看。哎，这是什么啊？对啊，它是礼物嘛。会不会每个人不一样，还是什么？有可能哦，有可能。好酷哎！哎，真的每个人不一样哎，真的。赞助衣服，衣服哎。前几天才想要买这个背心，你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我真的好了解你哦。前几天才想要买这个，哦，啊，好好看哦 ！Yes， Oh my God， I love it。我加穿了，啊，就没有试穿啊，试穿啊。我没有穿过这么高的，可是这样显高，不错，这样显高。看一下，你们比较高可以穿这种比较长，我穿就会比较看起来很腿很短。来了，不行，好高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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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下来，又冷静下来。不用想讲话，真的，我有发现。造型师帮我们挑的，就是依照我们的风格挑的衣服，我真的超喜欢，我刚拿着在里面直接高潮旋转。我真的就是高，就旋拿那旋转，然后说我真的高潮了，然后那姐姐就阻止我，她说你真的不要，你是还在嘴？我说没有，我已经醒了。来 ，coming。嗨，我这，这是礼物吗？耶、yeah, yeah, ，谢谢。确定一下，哎，不错，男生也是一大罐的吗？这个是，男生就是从头洗到尾。哦，从头洗到尾，哎，对，真的很懂。我第一任跟第二任 ，Thank you so much， 哎、yeah. 欸，谢谢，真的很实用。我其实就在想说，我到底要那个带那个沐浴巾？对啊，其实我有带，但是我就觉得旅行组喜欢，我看会怎么会喜欢呢？可以用就是喜欢，看一下，它有护发膜哎，好爽、啊。对啊，太好了。你真的很会做人哎！我觉得金牛座就是一个市侩，市侩，我们是太，是我们太市侩了，真的。才第一，现在才第一天晚上。对，但我已经觉得很有感觉了耶。什么感觉？房东太太。觉得以我通灵的程度来讲，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房子要被烧掉了之类的状况吗？没有。可是，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那个谁，主厨很热心，然后一到的时候，他帮忙要不要喝水，然后他去厨房马上洗，然后看一下那个热水壶，哎，这干不干净，然后重新洗一下，然后帮大家倒水。但我觉得第一天都不准。对，没错。我跟你讲，哪被 gay
未久，头一天也在给，对不对？第一天一定要很热，对啊，对，要看起来就是有种展现自己个性的感觉，对对对。从到第三天就装不下去了，就是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杯子，拉暖的那种，可以帮我拿一下啤酒，或者拿一下什么吗？本性就出来，所以人要相处啊。但我好奇是，祖祖他也带太多东西了吧？哦，那太太，我们刚说是住几天？16天，他感觉要住16个月的感觉。对，好像车子，重点是他还带了小礼物来给大家，而且他带的东西，他是那种沐浴乳，就是知道大家可能不会带，他也会特地买了沐浴乳啊，而且还有润发乳，他就是带了。他有带个小礼物，像见面礼的那种感觉。很用心，可是也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因为大家如果口味都是差不多的话，是不是大家这整间房间都一样味道？哎，这有点恶心哎。没有，重点是他不是也有送男生吗？男生洗完之后全身玫瑰香，这也不大对。突然间他们对你真的没兴趣。对，我真的姐妹玩在一起。曾经看过一个艺术家，他是用香味在做一个记录。他到每一个国家，他就去买一瓶香水，玫瑰香好了。他到法国用玫瑰香，以后呢，他只要闻到玫瑰香，他就想到他在法国的那一段时间的事情。他用香味来记录，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他送每一个人都是这，他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主厨的味道。哦，什么？这是一个动物的本能吗？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记住它。对。但刚刚有一点很妙，就是你会看到他们不是在讲说他不是说他喜欢斯文的吗？嗯，对对对。结果三个男生一进去，三个都在比斯文。也没有，伟安不是说我有书，他说啊，我有带两本呐、啊。他说是吗？我也有带。哦，都伟安，但他也打预防针，因为他怕好像怕实际上跟他个性不合，他也讲说偶尔带书，但这本书其实是我很久以前买的。哦，然后很久时间没有看，所以其实他还是说了一句，我只是怕这边太无聊。我觉得那个谁也很妙，我活到今天，戏在归回了哈，才知道原来高潮会旋转呢。啊，什么意思？人生没有高潮吗？你高潮会旋转？是不会，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是性骚扰吧？哎，跟讲不一样。我觉得他女生很特别。其实我们过去只有类似这样的室友，其实也有这种经验，就是说他是某一个领域，他就钻研得很深。他刚刚一直前面有讲到，他很爱看很多的动漫啊、漫画，然后这些影音素材的东西，他有很多的研究。就变成说，其实这种室友往往就是他其实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叫先知型的室友，比较不会去主动去融入其他人的社群，他可能就找他有兴趣的那个人聊天。然后对，确实他是这样子的。因为那天他会找他想要去了解的东西，他想要去往下挖他原本在钻研的那个先知那个领域的东西。但我觉得这种个性，你要看他平常，比如说他热情的那一面，是不是好相处的？对，如果不好相处，那其他人就会觉得说你有事吗？你自己端在那里干嘛？对，就是平常你又不跟人家聊天，然后聊天的时候你又对对对对对，最后 bar 有时候也会，你看着我干嘛？你看着我干嘛？为什么现在装忧郁？他没有装，没有不说话。我也是那种人，就是平常聊天，就是聊到我有兴趣的话，我才会真的想要聊。所以你刚刚都一直觉得我们，你都没有。没有，不一样。我说私底下我是那样。看不出来啊。OK， 继续尖锐，不要录了。我希望在下一集的时候还会看到你的。好，下一集 Jerry 就坐在那方，对对对，换位置。真的。对啊，然后还有，我觉得石头会不会很快就变工具人？但其实我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公寓就是有住过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叫做骑士型的人格。什么骑士？他其实就像在保卫大家的那种人。骑士谁？就是说今天可能大家需要什么协助、需要什么帮忙，大家有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会主动先跳出来说：“哦，我可以去帮你做什么事情，买什么东西这样子。”可是如果我自己带了那么多行李的话，然后我遇到这样子的男生，然后他就在那的时候，我就说：“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可以，你可以先上去。”你比较高照。高照，我想艳阳高照吗？你比较高照。好，但现在其实都只有第一天。对。但不知道到底我们现在看到是不是演的？也对。睡一晚之后，会不会大家就开始本性露出来？睡一晚通常就如果喜欢就留下来。什么意思？喜欢？第二天只剩一个人。哎呦，好期待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再看一下。但我已经开始担心煮饭这个课题。哎，啊，他是可以去外面买的，对啊。哦，有，因为我昨天有写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我要买自己的毛巾耶。哦，好，来了。
请进，请进。Jerry， 嗨，你好。他叫 Jerry。Jerry， 你好。你好 ，Jerry， 你好。还没吃早餐吗？还没，我在想东西。你说几点了？我大概两年前住过这个地方，然后每次周末假日就是都会去吃那个，当成一种周末的味道。很多人吗？今天应该还好了，今天是假日，又下雨。对，我已经在附近而已。就是三分钟就到了。好了，吃早餐。早。好了。上呢就是一人一道菜，什么？然后大家我们是住在一起，所以是要互相帮忙，一起煮来。我说因为别人煮不好，你别煮，一起了，好，对吧？那记账的要记账哦，爸爸加油，爸爸加油。鸡肉摊呢？谢谢。他刚我倒花不？哇，谢谢。我们等下来拿。香菇就是你的，吃的啊，吃的 OK 啊。我教你，你不会烫青菜吗？会的，没事的，没事。我不吃，我都会烫啊。150，你自己吃。这是全部的那个水果放冰箱下面。加油，我有点紧张。如果汤很难喝，请不要生气。你不是顾锅而已吗？我是就煮汤啊。你是煮汤？我是煮汤啊。哦，加油啊。OK 哦。你也要洗。好像只有做餐厅不能花任何的手续，有点占空间，我觉得。他那边太忙了，洗洗。你先洗，先煮吧。这个我先拿去冰吧。这个不用冰没关系，苹果不用冰。好，好了，再拿出来，我把这个东西收进去。哎，可是大家的菜，你在研究吗？对，研究 ，OK。怎么这么可爱？是没有煮过饭吗？有煮过，有点太久了。对，我需要一个陶大盘子吗？需要一个陶。3瓢吧，米没有是米要看倍数啊，它上面有写啊，啊有写啊，上面有浇水啊，好像挺紧张的感觉，很久没丢茶具了。其实要洗就干脆都去洗一下，对啊，我觉得可以都冲好了，冲洗一下好了。然后我的洋葱，我来看一下刚刚那个照片。算了，这个是什么不吃菜，我认不得这是什么菜，这是葱耳，大葱。我不吃菜，为什么会叫我切菜？你那可以加薄片辣椒。你可以做薄片辣椒鸡，薄片辣椒很辣吗？薄片辣椒不辣，对。柴米油盐啊，洗米啊，干洗啦。想到以前在打工的时候，每天都在洗米，结果现在忘记怎么洗。没有怎么洗啊，就丢进去，搓，然后倒掉，再用一次，再搓，再倒掉，看你要洗几次，洗越干净。对啊，对啊，越纯越好，看你。爆香了，就是等一下啊，可以炒青菜，牛肉空心菜跟肉丝豆干的时候会。我没有处理过蒜头，因为我的肉丝豆干是什么肉啊？牛。没关系，你告诉我。就是你用我问包直接夹压把压。你的肉丝豆干是什么肉啊？那个猪肉。有卖猪肉吗？好像。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切一点鸡肉来弄。没关系，鸡肉可以炒吗？可以啊。原来鸡胸豆干可以做凉拌。我们做凉拌。忘记啦。没事的。这个要，这个会死人的。对，会死人的。我检查一下，我看一下。然后把头跟尾切掉。啊，太多了。啊，好好。
可以我们做别的，原来鸡胸可以豆干，我们做凉拌哦，我们做凉拌，好，把这个皮，没事的，没事的，可以的。那你要拿一个碗，我们想说弄鸡胸肉切丝也可以，我豆丝凉拌笋干好了。好，浸泡一小时，面呢？面呢？我也记得面啊，洗三次，对啊，我那么多，一桌几杯？哎，你全倒下去了？算杯数吗？整包丢下去了，那怎么处理怎么样？大哥，哎，这个再拿回来吗？男性先洗，先搞搞，知道怎么洗吗？哎，就是只要洗，他你洗几次了？没有，我还没洗啊，没洗，还没洗，洗三次。肌肉的部分有人开始在处理了吗？还没，这边先把米洗了下去煮才哦，好，开始弄肌肉。Too much。真的还好有劲儿，你不要整个戳下去。好了，差不多，差不多。你用几共的那个米？他全，他没算，他全下了。你只能用手指去。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那顶多就吃稀饭嘛，对不对？没关系，别怕，别怕。出去，然后。哎，等一下，这不太平。你加一杯了吗？我还没加，我不知道加多少。加就刚才那，你刚拿了第一杯一杯就好了。加了之后呢？豆干我们。切丝，切丝，不要片，片就一片这样子，这样子 ，OK， 好，片，我们等下做凉拌。其实我觉得我的眼睛不太好，皮全消了没啊？可以啦，反正刚洗过。啊，你说三 D 是要怎么斟酌？三五D 的，然后盖下就压下去就好了。哇，好。哎，这个电锅好像没有反应。有插电吗？有插电，有插电。然后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哎，小心。呀，蒜那个末蒜末吗？蒜末。啊。是说请问肉也要跟着一起下去？让你参与一下。耶！好爽啊！我只是丢个蒜苗，就有一种变大厨的感觉。也太可爱了。有一个坏消息，就是电锅是应该是坏的，所以说我们改要用电磁炉煮饭。是有火的，炉具不够用。对对对，可能等下在外面这边弄咖喱。我不会，就应该就装进去，然后打开。哎，它里面有吗？有啊。我怎么一直听到那个有声音？但是我觉得先拿起来，先拿起来，泄气了啦，没有卡好，没有卡好，这很危险。等一下，等一下，没有，你没有插好，你刚刚我刚刚打开是歪的，是吗？嗯，你要干嘛？你要洗这个干嘛？对，要洗这个啦。哎，不能洗哦。可是刚刚有点恐怖，而且刚好像没卡好，我刚打开是歪的，歪的，对啊，哎呀，好恐怖。对，哎，这个洞，那个洞下去，对，然后这个再开，拿起来。哎呀，对啊，刚刚哦，所以刚没有卡好，因为它要对到那个卡榫里面才能够压。哇塞，哎，这些人的生活技能是零。完全零哎，连29岁的冰店老板都是真的，所以你说不出来做，哪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是这么缺乏？一个卡式炉竟然六个人不会用，哎，我真的被吓到了。更好笑是那个石头一碰，哎，不是这样，那个不对，就这样，然后竟然把瓦斯炉要拿去洗。重点是七人份的餐点，他竟然弄得像1000人份，整袋米。
从没看过这么多。厉害的是立成，他拿了那包米，他看了应该有十分钟吧。然后看完之后，然后他就把全部倒下去之后，石头问他说：“后面有写啊？哈，有吗？”那我想请问你刚刚在后面到底看什么东西？石头是很热心啦，然后他是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说这个我大概还记得，嗯，但我忘了要几杯水。我想那前面那句话是，这个我还，但我忘了做。他记得这个我拿去洗。他记得的部分是他曾经做过，但是 key point 他全部不记得。对，他不记得，所以其实就是忘记了石头啊，要面对自己。就那天煮完的东西能吃吗？等一下就看得到了，哇塞，太夸张了！但是一开始你们有没有看到，早上起床有一个人爬上另外一个人的床？对，我觉得这个有点爬上去，然后两个女生吗？抱着一起睡，谁跟谁？好像是祖竹上去找罗拉，对，找罗拉。但这一点我觉得。可是女生的世界就是这样，可是才第一天哎。对啊。可是就是有些女生第一天就知道哪一些女生可以亲近啊。但如果一个女的第一天就爬上你的床，抱你，你会怎样？太快了。我先看一下长相。肯定的，这是肯定的，一定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 ？Jerry， 你说是不是？为什么要请？你不会有爸爸的个性，只要是女儿来都羞羞。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我们很期待了，嗯，因为第一天就这么乱，对，就这么的不会生活，饭有没有熟，菜有没有熟，这个都是问题、啊。对，然后我也想看一下那锅饭到底煮完变什么样子，因为那个历程在煮饭的过程他在滑手机，对，好像其实在查食谱，就像你说的，煮饭而已。好想看哦！对，赶快，看一下，赶快看一下。看一下，耳机呢？哎，你在干嘛？我在等那个冒泡泡。啊，可以躲到这边啊。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我现在不敢过去吃饭，因为会被炮轰过去。嗯。感觉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对啊，有咖喱然后没有饭。咖喱没有饭。我很需要，我已经搞砸一次，糟糕了。啊！不是，那个是电锅坏掉。没有，我不小心把全部米丢进去，我们完全吃不完。没差啦，这六个人应该两天三天就解决了。等米奇今天来说鬼故事，觉得怎么样？鬼故事，好啊。亲身经历，我是没有到亲身经验啦，只是对那种很敏感而已。我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曾经看过那个心理智商，因为我想就是不喜欢就是到这种年纪还跟家人睡啊，感觉好像很不独立。然后如果被很不认识的人知道，会觉得可是这个男生26岁还跟妈妈一起睡，家人一起睡感觉丢脸，所以想解决这问题啊。可是就跟女朋友一起睡就好了，干嘛不跟女朋友同居的？就看我没有遇到这种可以同居的。18岁有点是吗？太强了，对，有点误人子弟的感觉。哦，对啊，所以我就不太敢。哦，可以，他下面不用脚是不用，拿冒泡泡的时候。对。怎么了？豆干都不用煮哦。要。刘大哥叫我凉拌的。觉得还会不会再太？可以的哈，好。这样子吃。嗯，调个味。再加一点调味料就可以了。你要哪一个？我帮你加。我想放几个 improvise 这样。有点无味。对，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调味料。哦，盐哦。那时候去看心理智商，他说什么？他就说你要找到你的源头啊。这件事不会困扰到我，妨碍到我的生活啊，只是我是很想解决掉。可是哪种声音？是类似这种声音吗？竹米。我就是哇，对吧？就那种咕噜巴出的声音，摸见那种咕噜巴出的声音。就22岁突然间有这声音？就是我那阵子其实一个礼拜都会有这种经验过，那有一次比较严重，有一次我那时候就感觉又被压了。然后我在挣脱不了，然后到后来我使尽全力挣脱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我就起床了，然后我发现门是开的，然后我的门是开，我就去起床了。为什么门是开的？然后我就站起来，我就赶快很害怕。一个人睡吗？我那时候一个人睡，我就赶快躲了，我就赶快去我妈的房间，看看我妈跟我妹，然后我就一打开房我妈房间房门，我看到我妹的时候，我看我妹眼睛就是。我妹已经睡着，但是我看她脸的时候，她眼睛那个洞就变黑的，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眼睛越来越大，我就吓到，然后我就吓，我那个起吗？我那时候就看那个画面，我就越来越大，然后大到我吓到的时候，我又突然间醒来，啊，我就想看，我就想的是梦，然后吓的是梦，就我被压之后做的一个梦，真的超恐怖的哎，我现在超毛的，是吗？我觉得很恐怖哎，就我自己。
就你梦中梦那种感觉。我就那次之后，我就不敢再一个人睡了。姐姐啊一下，我还是觉得豆干怪怪。是坏掉的意思吗？豆干？就是啊，没味道。豆干真的不用。我觉得应该要先，不是，我觉得应该要先有个什么东西调味炒一下，然后再拌。好，我跟你讲，豆干我现在放到最后，因为豆干居然这样子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菜。哦，好。等一下，就我一下。好。牛肉这么多。你吃吃看。啊。有深入进去的感觉吗？还是里面还是有豆腐味？还没有深入哎，我是外面好咸哦，里面好。继续。啊！啊！什么什么？分手算是我自己的问题吧，没有还没有跟他沟通好，就是挺后悔的。你来这里就是要走出来吗？一直不去想他，时间久了就会忘记他。几号啊？下礼拜二。去。看我这啊！去起来，去起来，去起来！晚上我约出去那个便利商店。看我去的真的会超难过了，对不对？我看到他真的超难过了。可以啦，你觉得他这个浓度可以吗？可以吗？还算再浓？我觉得可以啊。这可以吗？好，那你把这个给我拿出去。小心烫哦。哦，好。It's one of us, it's obvious, but who's the really one? 吃饭的耶，那你也会求生哎，厉害。没关系，也吹也吹，我们明天就可以吃炒饭。因为每一道菜都很完美，然后味道应该都是对的，唯独有一道菜里面有致命的错误。哪道？对。他怎么了？的豆干。他怎么了？豆干。他没有先入味，因为他是嘛，对吧？何止没有先入味？谁负责的？没关系，我们那个拌饭拌面的那个酱啊，然后干嘛？没有，我跟你讲，我吃进去。No 不是，盒子没入味，它里面没，它里面有豆。你还没讲完啊？什么意思？知道豆干要炒吗？知道。哦，所以现在是生的，是不是？健康。我腌过。哎，等一下，你刚才给我试吃那么多个。不行，我也是。你刚才在喂每个人的时候，我好想，我说好险你没有喂我。对，一开始我以为这右半边它是有特别的调味料，所以我那时候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的时候，我还问一下说，哎，那个旁边的调味料是什么？他说哦没有，然后就是那个后来有讲说，可能是因为风吹瓦斯炉，所以导致这一半边的锅特别热，就是那个火，对，那个火一直这样。它这个是烧焦了，叫我们翻面了，还是我们翻面？另外面烧焦一蛋两吃，一蛋两吃。对，这边是正常口味，这边是炭烧，然后是一个烘蛋两种味道这样。这样子，然后再饭是 OK 的吗？嗯，饭 OK， 都 OK 啊。饭怎么样了？饭很硬。没有没有，就是刚刚。但不得不说，这一餐没有 Laura 的话，应该会惨不忍睹。对。看他有没有食物，可能都不知道。应该就是每一盘都跟豆干一样。都是豆干的状态。I'm sorry。为什么在煮饭的时候跑去把妹呢？这是什么状况？很尴尬。我每次拉饭的时候，就我到底要不要进去？我不进去，饭就烧焦了。你会不会顾我啊？那种。我跟你讲，那个这个饭真的超失败的。就我对我的室友还蛮抱歉的，因为我不小心还搞砸了，煮的太多，然后又把饭煮的太硬了。那锅饭算是预料中的难吃，因为阿伯的狗啊，而且他又不会煮，而且饭量那么大，其实也不好煮。但我刚刚看到一个画面，立成跟思雨都在聊天，然后 Jerry 进去煮饭的，进去帮他顾那个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画面看起来很像两个在餐厅，我们那种吃那种烧肉，有没有？有服务生会专门帮你烤，然后两个人就聊他的，完全没有要管那个饭哎。但他难道没有觉得那个饭是自己的责任吗？他们很专注的在对，很就是两个在就是服务生嘛。就在聊他们的鬼故事，对。但他这个鬼故事，我曾经发生，
几乎一模一样的。梦中。我有一次去拍戏，那个地方在淡水。嗯。然后那个是废弃的广播电台，然后我那天录完，真的哈，那个真的很恐怖。然后我录完，因为我马上等一下就要进棚，我想说哦，好累哦，我先回家睡一下好了。那因为我又穿着戏服，我想要算了，我就睡沙发就好，我就没有进房间睡。结果我一回家一躺在沙发上睡的时候，突然间我就看见有一个。那个就从我们家我的卧室走出来，嗯，那时候我就吓到站起来，可是你知道我在梦里面知道我在做梦，我想说完蛋了完蛋了，我一定要赶快醒过来，我如果不醒过来就惨了，我就一直要让自己醒，一直哎，突然间我就醒了，我想说哇太好了，幸好我就很不敢待在家里，我就想说那我现在赶快出门好了，东西拿一拿赶快出门，结果我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人站在门口，哎呀，还是在梦，我想说还是在梦里，我没有醒，然后醒，我一直醒不来，然后我就赶快冲到柜子，刚好我柜子里面有一个佛像，我就把佛像拿出来，一直对着他，然后就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才醒。后来我有问老师，就是说这是什么状况？我是做噩梦还是我真的碰到？我起鸡皮疙瘩，他说这是真的碰到了，对，所以就是可能我去了那个不干净的地方，所以才会这样啊。他是跟就是跟着你们，那他有对你干嘛吗？没有，但是很恐怖，因为他就整身白。最主要是害可怕是那种醒不来很可怕，嗯，但是他有提到他到现在还跟家人睡耶，但是住在同一间房间还是是睡在同一张床同一个，他不是还是睡觉的时候还是他后来就跟他妈妈睡了吗？对啊，同一个房间啊，对啊，他后来就跟他的妈妈睡啦，一起睡我真的不行嘞，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吓到他了，因为如果是一个就是真的从来没有碰过突然碰到的话，他不会觉得是，他只会觉得说怎么一直甩不掉这个东西，没错，因为他心理阴影面，因为我后来啊因为我又一个人嘛，后来你也因为那个恐惧，我跟你讲，你回家就是超不顺。那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是克服说好，我可以放松的在家里？我是后来有一天，反正记者说要到我们家做采访，那时候我喜欢画画嘛，然后来做采访的时候，我有一个经纪人跟他一起来，然后我那个经纪人自己本身也是敏感体质，但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他是回家了以后传简讯告诉我说我在你家看到一个男人。什么啊？我就说天哪，他说我一进去你家我就开始头痛，然后我在你家看到一个男人，然后后来他就请他的老师师傅帮我说把他请走这样。他竟然回家才传讯息，因为他在那边不能讲，他不能讲，嗯对。可是你在看赖的话，会不会那男人？这小子，可是通常那种状况，真的你不能在现场讲。而且他们两个还有讲到说，我现在超不想去厨房的，就根本不想帮忙哎。对，然后而且他会自己开话题，他说那我们来聊鬼故事好了。然后立成一讲说，哎，好可怕，傻包也都被你提了。但刚刚有一个画面，我本来觉得他很浪漫，可是后来我觉得后面又有一点点小瑕疵，就是那个 Laura 不是到最后试探说，哎，来。哦，跟我一样在那个对，感觉他们一对好浪漫哦。可是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玻璃就破了。你帮我拿出去。哎，那你这个拿出去。突然间变妈妈。对不对？不过他在试的那一刹那，我觉得超美的。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成双成对的感觉？伟安跟就一对一对的，石头跟猪猪，对，思雨跟立成，哎，真的分好嘞，看住在一起多好，刚两个人搞得巧，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我现在就要看他后续发展啦，看是不是真的就这几个一对一对一直走下去。但因为刚刚有讲到，一开始有讲到他们住一起16天嘛，对。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可以一人准备一天的晚餐。哦。那我觉得这蛮刺激的哦。很好，因为六个人都不会煮菜哦。对。而且其实真的可以透过做晚餐，大家可以互相有一些连结，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那一餐要多少钱？好像是他个人的餐费。对对对对。你当初为了要假装你很节省，你是说没有，我只有50，家里50乘以6300。哎，50现在买个早餐都不行哎。对。一个总会三明治就超过了。对，觉得这样也很有趣。我觉得我们制作单位太用心了，因为你要是300块怎么做晚餐呢？晚餐就看你的能力到。真的很有趣。但是你看，像现在这样哈，如果说大家负责一天，对，其实还有几天是空的，没有人准备。对啊，16天，然后我刚刚6个人嘛，那后面还有10天。对，那10天怎么办？不一定你可以去啊，我吗？可以去啊，还是他们都不希望我们去？看他们想要跟谁去啊？对，我们应该是可以，应该是可以问他们说，他们想要。
跟对啊，有他们的偶像啊，感觉。我是怕我到时候很忙啦。其实我比较想，我竟然是房东卖的很忙的部分啊。你还是要顾一下你的房子，你看那六位生活经验技能是零，应该很快会把这个房子烧掉。我还蛮期待罗拉的，因为罗拉，我觉得他餐费应该很高，当天的菜味很好，所以我觉得那天我可以去。好期待哦！对对对，感觉像踩地雷，看谁是最。最可怕的那一个，你没有觉得哪一个人煮起来会是最可怕的吗？就历程啊，历程到时候在厨房跟思雨聊天，然后聊聊这一整包米都倒进去，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OK， 真的是对。好期待他们之后几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好不好？是女生都会想跟彭于晏吃饭的，彭于晏。我想一下，泰哥的话真的很棒哎。林场主，蔡依林吧。我其实算是木曜粉啊，我其实很喜欢泰哥，其实蛮喜欢的。他们都在干话啊，所以我就蛮想跟他们就是随便这样乱讲了。